Hello， 大家好，我是云爸。小米啊，去年几乎不出手机，可是今年却整个大爆发，终于端上了最新的旗舰机小米十一。这次小米十一带来了六大进化，分别是高通 S888 处理器、一亿画素的电影级相机、最好的视曲面屏幕、Harman Kardon 双喇叭、55瓦快充加50瓦无线充电，整个叠料叠到满之外，重量还变轻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不啰嗦，快速来开箱 ，Let's go。那小米十一在发布会的时候啊，雷军说我们也要进行环保，所以在包装盒上面进行精简扁平化，也就是拿掉充电器。那这时候米粉就哀嚎了，哎，我们也要充电器，所以雷军就随即公布，我们也有另外一个套装版是有充电器的，要环保还是要大碗，通通都满足。所以小米这波操作真的很神，既满足环保爱地球，又给你吃到饱，两边都不得罪。好。不管中国有哪些版本，台湾上市的同样会附上这一组55瓦 GaN 充电器给你，这两个你会一起得到。那目前小米十一一共推出了很多颜色，那包含玻璃版以及树皮版，还有雷军签名版。那台湾推出的是 AG 玻璃的磨砂玻璃版本，那我手上的这一只是黑色的版本，背盖采用 AG 磨砂玻璃工艺，有更细腻的手感，而且会不沾指纹。那手感上最直接的就是变轻了，那厚度从小米十的至尊版 9.45mm 降为小米十一的 8.06mm， 那重量也降低到196克。这个改变呢，相信对很多的米粉来说啊，会是一次很重要的改变。相信我，当你拿习惯轻的之后，你就不会再回去重的。那在整个背盖采用是同一块玻璃切割而成，包含这一块突出的镜头模组也是。那后镜头模组也是小米十一最吸睛的地方啊。先不管它好不好看哦，很多人都在讨论它到底好不好看，起码它跟大家都长得不一样，你远远的就可以知道我拿的是小米十一。那电源键跟音量键都集中在右侧，我特别喜欢中框这个玻璃跟金属过渡的这个角度，设计的很有科技感。那再来，我们来看到这一块超大的萤幕，小米十一这块萤幕啊，应该是这一波旗舰机里面最好的萤幕之一。萤幕评测机构 DisplayMan 评等为 A+， 目前只有小米十一跟 Galaxy Note 20 Ultra 这两支得到 A+ 的评分。那它采用四曲面的设计，跟去年流行的瀑布屏很不一样。那这块柔性屏啊的曲度很小，几乎是到最边缘才会弯下去，握持的手感也同样很舒适，视觉的沉浸感也同样很宽阔。而且啊，它在上下滑萤幕的手感啊也变得很好，出货的时候预设上面就有一片保护贴。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平面的范围很广，将来你要换保护贴的时候也会很好买。上下左右的屏占比变得很高，萤幕的尺寸来到 6.81 寸，解析度达到 2K， 而且它同时支援 120Hz 跟 60Hz 的更新率显示，对比度达到500万比1，功耗还跟着下降，每英寸的像素达到 515ppi。 你要知道，人眼最高只能辨识到每英寸326像素，那它目前的像素啊已经超越视网膜。那再来讲到这片玻璃哦，它是采用康宁第七代的大猩猩玻璃，它比第六代而来说啊，它加强了抗摔跟抗刮两种特性，尤其是抗刮是六代大猩猩的6倍。之前小米发表会啊有展示它的弱摔撞击，你可以参考看看。总之它会比 iPhone 12还要耐刮。那它的面板用的是三星的，萤幕最高亮度达到1500nit，最高亮度达到900nit。最直观的就是当你在阳光底下看手机，同样也可以看得清晰，而且不改变色彩的对比，萤幕表现呢是真的美。那在色彩、亮度、色准都有很不错的表现，这用说的很难形容哦。我直接在太阳光底下看影片啊，你看我这样翻拍这个手机的 YouTube 看的影片啊，颜色也很饱和，而且锐利真实，那屏占比也非常的高。那在 120Hz 跟 62Hz 的手动切换上啊， 120Hz 的耗电量会相对的高，可是在玩游戏的跟手感也真的很强，很流畅。那同时这一次还加入类似像 Bravia 电视的 AI 大师画质引擎，也就是在动态画面低帧率的影片会主动插帧，画质增强以及影像声频处理。那不过我实际使用一下，我会觉得它好像还有一点进步的空间。那它同时支援萤幕下指纹辨识，解锁速度还不错。那这一次小米十一啊，在处理器、萤幕各方面啊都堆料堆到很满，可是为了兼顾重量，这次没有采用6000毫安时的电池，而是搭配了4600毫安时的电池。可是即便如此啊，续航力的表现也非常的厉害。那我用 PCMag 进行不断电测试，萤幕亮度开到50%，萤幕更新率开到60%。
那测得的是13个小时又40分的续航力，加上剩余的 20%， 我觉得应该可以到15小时。那它又支援55瓦快充，那充电到 70% 只要27分钟，充到饱只要40分钟。那它在充电的动画上面呢，也做得很不错。一插上电哦，几乎是十几秒钟就充一趴电，那真的是看了就爽。可是它真的不是只是噱头，充电也真的非常快。充电这个速度啊，我真的是非常满意。不过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一点，如果你要用到55瓦快充，必须要搭配小米原厂 GNN 充电器以及它附的这条原厂线。如果你是用市售高瓦数的 PD 充电器或者是其他线材，它就会锁在23瓦快充。那它也支援50瓦无线充电、10瓦的无线反向充电。另外，小米官方虽然没有特别说它有防水，不过生活防水的 IP64 等级还是有的。中国拆机网站啊 XYZone 那拆小米11的影片，我也全程看，确实哦，它在各开口处哦都有加了一层厚厚的防水胶。我实际把它拿去淋喷头下面冲水，也没有发生任何问题。不过我不建议你刻意拿去泡水，日常碰水哦可以放心。那在效能方面啊，这一次是首发搭载5纳米的高通 S888 处理器，那 RAM 跟 ROM 都用满血版的配置。整体的传输效率都可以跟高通 S888 匹配，那在效能、处理、功耗、拍照、省电、AI 都有大幅度的提升。CPU 处理速度提升了 25%， 功耗还降低 20%。 那实际的跑分结果如下，我用 AnTuTu 直接破71万分，这个是我目前看过最高分的。那 PCMark、3DMark 的分数我也同样列在这张表上面。那另外啊，我手上的这一支是台湾的市售版本，系统的版号已经更新到最新的MIUI 12.1， 跟中国那些评测版本有很大程度的优化，所以我实测游戏方面啊，使用效能标杆原神实际玩了30分钟，就不会发生一些有烫手高温的情形，温度大部分都控制在40度以内。那高通 S888 除了在效能 AI 演算上变快了之外，还带来了一些新功能，比如说 WiFi 频宽支援 160mHz， 那 5G 以及蓝牙支援同时连接两组耳机或者是音响。最实际的应用就是一只手机可以同时分享给两个人在高铁上追剧听歌，而不是你一边我一边，是实际上两只耳机都可以听到同一首歌，也就是四只耳朵都可以听到音乐。那再来回到三镜头配置哦，这一次的三镜头模组分别是1亿800万画素广角主镜头，以及1300万画素超广角镜头，以及有一颗500万画素的长焦微距镜头。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到外面实际拍给大家看。好，我现在来到这个 KKBOX 的吹下去音乐节，那刚好趁着这个场地啊，然后来做一些样张的比较。那待会我会先拍一些照片，那大家来参考看看。好，接下来展示一下它三镜头分别拍摄的 size。比如说，我现在对到这个远景，那这是正常的一般镜头，然后超广角，然后一般镜头，再来是两倍变焦。那两倍变焦之外，它还可以切到5倍、10倍跟30倍。录影的话，它最高支援6倍。好，最高支援到6倍。那当你在进行录影的时候，我觉得它这个滑顺变焦做得很不错。你看它可以用这个拖拉杆缓慢的移动变焦，那这个我觉得做得很滑顺。那你在做一些拍摄的时候，运镜上面会比较弹性一点。那这次其实最让我惊艳的是长焦微距镜。长焦微距镜啊，它的意思是说，你可以用比较远的距离拍出超近拍，而不是贴在物体上面拍。那距离哦，大概是3公分左右。这样的好处是，你可以在不挡住环境光源的情况下，去拍出更好看的微距照片。那一般的微距镜啊，说真的就只是让你拍个清楚，谈不上美感。那小米的长焦微距镜，这个就真的很厉害，成像让我很惊艳。
这次小米十一还多了一个超级夜景录影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把手持超级夜景的多帧合成技术把它放到录影上面来，那透过现在这颗更强的处理器啊，延伸到影片上面来用的结果，就是你可以在超低光源的情况下拍出更明亮的影片。那下面我用两只手机来做对比，你可以看到这个影片然后用小米十一拍出来的，就是特别的亮。好，接下来我来展示一个功能，叫做魔法变天。那这功能很有趣哦，就是假设我们今天出来外面啊，那像我们上班族啊，可能就很难碰到刚好天气很好的时候，没关系，小米十一它这一次支援的是魔法变天，按一下拍摄，然后就可以把天空变成各式各样。我现在示范一次给大家看，点开照片，按编辑，然后按魔法变天，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它的背景哦都是灰灰的，很难看。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按晴天，哦，有没有一键变成晴天？然后或者晴空、碧空、多云，然后还有很多的特效，比如说彩虹、月球、极光，甚至你要弄一个银河出来也可以。而且它最厉害的是，它还可以弄成动画，哦，有没有？这个云是会动的，它可以存成一个影片。好，比如说像我自拍。然后前镜头自拍，这时候它也可以侦测到我的人脸，然后并且把背景用魔法变天的方式修改掉。有时候它在做处理的时候，那边缘啊、轮廓啊会有一点破绽，没关系，你就自己找一个比较不会有破绽的背景，比如说像那种蓝天白云，它刚好轮廓是白的，那它就可以把它过滤掉。好，有没有？这个功能其实蛮有趣的。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小米十一这一次带来的进化。这一次小米十一啊，我真的是有感受到它的诚意，它的手感不再像以前的那样沉重，它用料一样叠得很满，然后续航力也很棒，特别是这块萤幕，我每次用它来看影片啊，我都觉得哇，这个感觉真是太棒了。然后它的立体声双喇叭的音质效果也很好，然后它整个用料真的是给的非常非常的有诚意。那我觉得小米十一啊是一支综合性价跟手感都非常值得推荐给你的手机。如果你现在真的要挑选一支新的手机在2021年使用的话，我觉得小米十一真的是非常推荐给你。好，那如果有其他更多的问题啊，关于小米十一想要再测些什么，那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我是云爸，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哦，拜拜。